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小猫，谢谢我们耀林。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微信节目，那我们告一个段落。谢谢我们月光所有的好朋友，谢谢，谢谢现场助理助理的好朋友，大家健康快乐，晚安，拜拜。谢谢，我们下次见。谢谢我们的赞助厂商，谢谢，谢谢各位大家光临。我们有机会明年再见啊。今年就可以见。哦，今年就可以见，中秋节吗？谢谢，祝大家福禄愉快哦。回家路上小心啊，各位。